大家好,好，Raymond 啊，爱情虽然伟大，但你知唔知道，唔系人人都愿意为爱情牺牲噶噃？咁呢集当然啦，八十年代著名歌手 Jim Croce 有首歌《Lovers' Cross》，爱人的十字架，里面有句就系咁讲嘅：You were trying to make me a martyr，and that's one thing I just couldn't do。嗱，martyr 咧，即系为理想而牺牲嘅人。 咁呢個歌詞嘅意思就係話你想我為你殉情啊，真係恕難奉陪啦。嗯，我明啦，但係跟住落嚟嘅副歌我就唔係好明。由、嗯、tables turning，由 bridges burning 係咩意思呢？嗱，嗰段歌係咁唱嘅。 Bridges 嗱，呢个里边呢用咗两个英文嘅惯用语 idioms。Idi 第一个呢就系 to turn the tables。嗱呢个唔系反台咁嘅意思，而系话强者同弱者嘅位置有阵时可以对调嘅。 所以 tables are meant for turning and people are bound to change，即係話風水輪流轉，人係會翻身嘅。另一個咧就係 to burn the bridges 啦。啊，呢、这個我知係咪我哋廣東話裡面嘅過橋抽板呢？咁、啊、又唔係、哦、，to burn the bridges 咧比較似中文嘅一句成語破釜沉舟，即係話只許勝不許敗，即係話我連條橋都燒埋啦，都翻唔到轉頭噶啦，所以一定要贏。 英文同埋中文嘅慣用語同埋成語，有時睇起嚟好相似，原來意思可以咁唔同，咁大家用嘅時候要小心啲啦。